接着便是专门带大家游山玩水的交通部观光局。观光局为了迎接2019小镇漫游年，由代言人欧金周定带领游客漫游全台各地特色小镇，深度体验在地传统文艺、风俗民情与自然生态之美。台湾美食真好吃，各地景点都美丽，是呀，一起购物好满足，好把酒，温暖人情感动你，花车设计结合花灯技艺，融入各小镇的特色元素与文化符码，并加入可爱活泼的动态展演手法，再搭配本土花卉艺术为衬托，呈现小镇漫游的乐趣与美丽。